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接受了《华尔街日报》的访问，强调2016年会从三星的手上抢回流失订单。针对接班的问题，他坦言希望能够从共同执行长刘德英和魏哲嘉当中选择一位来接任，可以让台积电持续站稳晶圆代工龙头的地位。